艺人林依晨和杨佑宁二十九日出席平价服饰发表会，两人首次合作却没有一同演出为电影，彼此都觉得相当可惜。而林依晨二度为平价服饰代言，两间不同品牌的代言相隔太近，也惹出不少争议。我觉得可能很明显，就是因为这两个品牌都是品质非常优良，然后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，所以会令大家印象特别深刻。 但其实这两个品牌的代言，我们相差了差不多八九个月以上，对，所以在法律上面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所以只能说，就两个厂商的品质都非常好，大家都很喜欢，所以会觉得好像相隔得很近，其实并没有。林依晨只想把好东西推荐给大家，没有多想。而曾经宣称不再接演电视剧的她，近日却传出小姐的新戏，与陈晓东等人一起主演。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好剧本，第二原因是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我去英国之前拍完的作品。那第三原因就是的确对方会让我有足够的休息时间，然后我家里的三位长辈都非常喜欢我看拍古装剧，我觉得那就是顺水推舟了吧。林依晨因好剧本而接演新戏，也希望能为自己的作品集再添巅峰之作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